我们等待已久的一个人的名字是什么？给我他的名字。韩国瑜。韩国瑜。韩国瑜。继续喊，让大家的名字来了，来，大家一起呼喊他的名字，来，韩国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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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韩国瑜。不要停止你们的声音，总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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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瑜，动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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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瑜。国旗点上你的灯，国旗飘扬，国政民航，台湾富强，总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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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民选总统，寿民选总统，韩国瑜，2020我们要选几号？二号。今天站在他身边的是他一路以来陪着他夫人好不离不弃的嘉宾姐，给嘉宾姐加油，嘉宾姐加油，夫人好。我知道等了很久了，大家想听韩总统讲话，再一次拿出我们的热情，总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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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谢谢谢谢谢谢，非常非常感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生梦安之生，谢谢，谢谢我们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先康立，谢谢一路走来始终坚持不懈与我搭档的我们张前行政院长善政贤康立，谢谢我右边一路陪我来这么辛苦的嘉芬姐，谢谢我们新北的汉子，我们台中的燕子，秃子燕子汉子又合体了，合体了，谢谢，谢谢我们所有国民党的县市长，各位立法委员，各位所有我们来自全国海内外各地所有热情的乡亲，所有热爱我们中华民国的各位兄弟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好，总统好。沸腾了，总统好，总统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我们接近上百万的庶民民众站在凯达格兰一起来参加韩国瑜张善政竞选总统的最后倒数第二天，也是台北最后一场最重要的造势晚会。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站在这里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我知道在场有很多台湾各地来的好朋友，大家没有游览车拉，也没有双主菜便当，也没有矿泉水，没有，只有一颗热烈的心，热烈期待未来能够改变，对不对？对。另外好多海外的华侨台商也在现场，谢谢，有来自美国的，有来自日本，挥挥手，也有中南美洲，挥手，也有欧洲，还有非洲，还有东南亚，好多好多的华侨，热爱中华民国的侨胞，今天也赶到现场。我知道大家来这一趟很辛苦，买来回飞机票也可能要花到几十万的新台币，这种热情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也非常非常的感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为远方来的我们的同胞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大家加油，辛苦了，加油。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西元1859年，英国最有名的 Dickens 作家在他闻名全球的这本书《双城记》开宗明义描述了一个景象，思考一下，跟今天真的是好像好像。这段开场白整整150年来流传全世界，他的讲法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光明的时代，也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这是一个拥有一切的时代，也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时代，这是一个走向天堂的时代，也是一个走向地狱的时代。亲爱的好朋友，电视机前面所有的好朋友，还有不到36小时就要投票，我们的未来在1月11号投完票之后，我们整个中华民国台澎金马会走向什么样的道路？我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电视机前面可以冷静下来，不分党派，不要被意识形态绑架，思考一下，3年半民进党的执政，第一个问题，亲爱的台湾人民，你快乐吗？你不快乐。第二个问题，亲爱的朋友，你满足现况吗？第三个问题，亲爱的台湾好朋友，你担心未来吗？真的，3年半我们看到了民进党的执政，让这么多疼爱民进党的好朋友，尤其中南部，从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整个中南部是最疼爱民进党，整整30年，傻着当，把民进党当亲生的孩子在养，只要选举，出钱出力，30年来，重要的选举，民进党人站在台上，下面中南部的支持者就把钞票、铜板一个一个发疯一样丢上去，因为他们认为民进党是他们的自己人。中南部的乡亲也认定民进党执政一定会带给他们更好的日子。3年半，我们没有办法相信整个中南部最支持民进党的日子过得最苦，结果选举20多天到了，我们蔡英文总统良心发现，刹那间突然宣布未来要开发大南方。前面3年半在干嘛？在睡觉吗？还是故意忘记了？还是觉得中南部的乡亲已经没有办法像过去这么疼爱他们了？还是发现中南部的乡亲已经清醒了，
现在头脑清醒了，发现民进党都在骗我们，所以开始要开发大南方。所以各位所有的好朋友，我们的感慨，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民进党失去了政权，重新获得了政权，以为他会清廉勤政，热爱人民，努力打拼，为人民带来快乐幸福的日子，结果没有。现在把民进党整个三年半经营的像一个金光党，能贪就贪，能捞就捞，完完全全贪污腐败，对不对？民进党已经不是当年的民进党，支持民进党的整个广大的台澎金马的乡亲也已经睁开眼睛，海外所有的台侨，很多人过去长期支持民进党的，现在也开始发现他们变了，他们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幸福跟快乐。当前的台湾，我们能不担心吗？中华民国已经没有退路了，我们台湾人民没有退路，我们的自由民主没有退路，我们下一代的台湾年轻人也没有退路。怎么三年半会让台湾变成这个样子？一个总统当了中华民国总统整整三年半，从来不敢讲一声以中华民国为光荣为骄傲，从来不敢喊一声中华民国万岁，借着课纲一刀一刀的把中华文化开始锯断。民进党实在是太愚蠢，太愚蠢。因为有了中华民国1911年孙中山创立的，我们海外5000万华侨，我们紧密的相连，我们现场所有的支持者都非常的清楚，认同中华民的国旗，我们5000万的华人大家紧密相连，我们拥有无限的祝福、无限的资源跟无限的力量。民进党借着课纲调整开始锯断了中华文化，让我们所有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心灵契合的底蕴一刀一刀被切断，让整个中华民国越做越小，越走越孤独。中华民国已经没有退路，台湾人民也没有退路。往左边看，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柬埔寨、越南自由经济贸易区今年开始运作，台湾进不去。往右边看，中国、日本、韩国自由经济贸易体即将成立。往对面看，两岸经济合作架构10年即将到期检讨。如果我们都进不去，两岸经济合作也没有办法继续，台湾人民，我们变成国际上的孤儿，所有国际组织我们一个都不能参加，外交一个接着一个断交，国际组织无法参加。再过2个月，包括你去泰国旅游，台湾人请你出具财力证明。亲爱的好朋友，台湾人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们必须打破这一切的沉闷，我们必须打破一切的障碍，我们必须带领台湾人民冲出一条路，好不好？好。韩国瑜动算，韩国瑜动算，韩国瑜动算，国瑜国瑜韩国瑜动算动算韩国瑜。我们的自由民主也没有退路，我们期待民进党30年的努力，当他在野的时候，我当立法委员。民进党最讨厌国民党干3件事，每次民进党立委就来骂我，跟我们吵架。第一，
叫做什么？党政不分。第二，立法院多数暴力。第三，新闻不自由。有的时候还会再骂一个，说法院是国民党开的，司法不公。民进党天天骂国民党，结果执政三年半，我们发现原来民进党，你不是一只纯洁的小白兔，你是一只可怕的大野狼啊，对不对？控制司法，用他的监察委员陈思梦，居然敢去约谈法官、检察官，造成法官、检察官心生恐惧。控制新闻自由，买通了90%的媒体，用纳税人的钱偷偷建立网军，扮演上帝的角色，在网路上说谁是好人，谁就是好人；说谁是坏人，谁就是坏人；说外交官驻日本苏启成是坏人，逼着一个优秀外交官自杀，代表他的清白。这就是民进党野蛮的暴力，当年骂国民党，今天立法院只要表决，民进党的野蛮完全不客气。反渗透法行政院版本都没有出来，一读都没有审查，直接抽出进入二读，直接快速表决通过，然后总统下令立法院你要通过。总统能下令立法院吗？所以我们终于发现台湾的自由民主已经没有退路。我们下一代的青年人，这是让我们最担心。我们这一生的努力，大家在各行各业的打拼，我们最真诚的期待，希望下一代的孩子比我们更棒、更好、更幸福。今天台湾的青年人到什么情况？贫富差距到了最危险的红色警戒，高达104倍的贫富差距。我们的青年人被低薪给困住，一大堆青年朋友家庭环境不好，要去学贷，毕了业之后身上背着学贷。一大堆青年人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完全没有办法跟国际接轨。一大堆的台湾人才静悄悄地离开，因为他们无力改变现状，也没有办法找到比较好的工作。我们下一代的青年朋友，如果继续下去，台湾的未来会变什么样子？想得不害怕吗？这三年半，我们很清楚看到中华民国没有退路，台湾人民没有退路，自由民主没有退路，年轻人没有退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1月11号投票，我们让无能贪污腐败的民进党下台，好不好？好，下架民进党，下架蔡英文，下架蔡英文。谢谢亲爱的好朋友，真的，我时常讲民主就是人民做主，另外民主就是自作自受。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所有的选民，你为国家投出了什么样的政治人物？有几流的人民，就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有几流的民意代表，就会监督出几流的政府；有几流的政府，就会有几流的行政效率；有几流的行政效率，就会有几流的国家。所有台湾人民，擦亮眼睛，发挥我们的智慧，勇敢的让蔡英文下台，好不好？好，国胜民航，台湾不朽。
再一次拜托大家，我们这三年半过得这么不快乐，心情这么的郁闷，大家更加骄傲了。我们台湾人既不快乐，台湾的天空、台湾的氛围完全变成黑白的。我们拒绝这样子的气氛，这样子的台湾继续下去。我不相信邪恶会战胜光明，我不相信台湾人民会被民进党继续欺骗下去，执政拿不出成绩单，抹黑对手，收买媒体，大大的撒钱，将近撒了5000亿政策买票。我不相信这样子的政府可以继续连任。亲爱的好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努力，找回到20-30年前我们台湾人的光荣，找回到台湾人的自豪。这一场神圣的选战，总统跟立法委员，拜托所有的好朋友，区域立委，请大家全力支持国民党提名的立委，好不好？好。政党票，请大家给我们中国国民党一个机会，投9号中国国民党，好不好？好。九号国民党。让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起团结。我们除了这一面中华民国国旗，就剩下手上这一张选票，剩下的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没有任何政治的武器，一面国旗，一张选票，代表我们的决心。我们不相信台湾应该这样子窝囊的走下去，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找回到台湾人的快乐，台湾人的繁荣，台湾人的自豪，好不好？好。后天让我们一起翻转台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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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转台湾。谢谢各位好朋友，让我们英明睿智的投下这张选票，给国民党一个机会。韩国瑜保证，我会带领我们的团队，为我们台澎金马所有的人民做牛做马，带头往前冲，努力打拼，请大家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好不好？好。前进总统府，前进总统府，下架民进党，下架民进党，前进总统府，前进总统府，下架民进党。谢谢亲爱的所有的好朋友，亲爱的电视机前面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心手相连，翻转台湾未来的命运，让中华民国这只雄壮的老鹰重新擦亮之后展翅高飞。祝福台湾人民，愿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结束哦，直到大家舍不得离开。各位
知道我们在前天有108张的奥博票选，对不对？对。明天还有一天，会不会丢出来？会嘛？但是我们今天要先颁奖一下，现在要先颁奖，为我们这我们票选出来的11位的好朋友来给他感谢一下。所以现在呢，先邀请我们11位的好朋友上台，也请我们所有台上的贵宾。台上的贵宾先往后退好吗？台上的贵宾，待会我们会再次邀请各位。左方舞台先清出来好吗？清出一条路来，谢谢。舞台的左方，我们先请后面的贵宾先往后退一下。贵宾先往后走一点点，谢谢各位。各位看到，谢谢。这是我们的最强阵容，韩国瑜总统候选人以及我们的张善政副总统候选人，这一次。担任我们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朱立伦，让我们一起为我们完美的团队来加油，好不好？好。来，我们先给我们的主任委员朱立伦加油一下，非常的辛苦。来，朱立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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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伦，立伦，朱立伦，加油，加油，朱立伦，谢谢。好，好的。现在呢？好，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画面来了。去年历史的画面，去年有燕子、汉子、兔子三位的合体。今天在这里，去年呢，我们共同打下了美好的一战。我们总共有15个县市由国民党共同来领航。我们先给我们的。燕子加油一下，来，卢秀燕也是我们台中市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来，卢秀燕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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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燕秀燕卢秀燕加油加油，卢秀燕。还有我们新北市的侯友宜市长也是非常的辛苦，这一次要带领所有我们新北市12席的立委，我们要往前冲刺。往全垒打迈进，我们给我们的侯友宜市长加油，来，侯友宜加油，侯友宜加油，侯友宜加油，友宜友宜侯友宜加油加油，侯友宜，友宜友宜侯友宜加油加油，侯友宜。当然，我们还有今天来的15县市的县市长，全部全员到齐了，让我们给15县市的县市长热烈掌声欢迎。欢迎，挥手，谢谢，谢谢15位的县市长，辛苦了，谢谢，林志妙县长，还有杨振武县长，以及我们的，没有办法，还有，来，你们给我挥手一下，徐正伟徐县长，还有张立善张县长，还有南投的林明真林县长，还有王惠美王县长，还有一位县长有来的。饶以琴饶县长，饶庆林饶以琴的女儿，饶庆林太多了，县长，谢谢诸位县长，还有赖峰澎湖的赖峰伟赖县长也来了，还有哪一位县长的连江县刘张义刘县长连江县的也来了，还有是不是请这几位县市长也一起出来好不好？我们金门的杨振武杨县长，杨振武杨县长已经看到了，好，现在请我们15县市的县市长，大家共同手拉手好不好？大家一起共同手拉手，我们要为韩国瑜在全国开出非常漂亮的席次，让我们为所有国民党的县市长共同来加油。我来喊国民党，大家一起来喊加油，来，国民党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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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再次谢谢这10位县市长，谢谢，我们请稍后，请稍后往后退一下。